识了阿宝，我们在同一个宿舍，他是我的上铺，我们是好哥们儿，无话不谈，形影不离。他跟我谈过同性恋的话题，我很坚决地说我们不能歧视别人，他表现得很高兴。有一天他对我说他就是同性恋，男朋友在另一所大学。我说你知道的，我不歧视。他说我知道，所以才敢对你说。但是你们知道吗，当阿宝拍我的肩膀的时候，我第一次感觉心里不舒服，感觉不自在。当我和他并肩走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感觉我的脚步都不自然了。我这是怎么了？我不歧视同性恋呀，同性恋跟异性恋一样，我是2018年的大学生，这些道理我都懂的。我担心他看上我了，不，这不可能。他有男朋友，我跟他只是好哥们。我担心别人说我跟他同性恋，不，我又不在意别人的眼光，而且他也没有跟别人都出柜啊。又或者，我担心我受他的影响变成同性恋。我又没有意识到那个地步，这更加不可能了。我没有同性恋恐惧者常有那种担心，但是我就是觉得哪不对劲。忽然我明白了，这就是同性恋恐惧啊。我以为我已经完全不歧视同性恋了，但是远没有能做到平等对待。当同性恋只是一个名词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说我不歧视。但是当我们身边真正出现一个同性恋的时候，才是考验我们的时候。明白了这些，我和阿宝相处的时候又恢复了常态，我不再感到不自在。我明白了自己的不足，我便已经成长。我紧紧搂住阿宝的肩，向前走。